试婚一号院被骂小三和渣男，杨丞琳这次生气了。林浩恋因为2015年一张意外上传杨丞琳和李荣浩的亲密合照曝光，后来小俩口一路愈买愈大方，甚至公开挤脸玩亲亲。尤其33岁的杨丞琳认定李荣浩，也认得比他历来一大票前男友们还要用力。不久前，杨丞琳不仅动念想婚，也曾回味李荣浩演唱会上那霸气一吻。他说：“我那可是有点受宠若惊吓到了，然后心中有一种感动，有一种我本来在这里。”他比了比悬空的地方，突然间踏到地上的感觉，那真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